原标题，他是西北军名将，后投靠我军，建国后任陕西省长，坚决不拆城墙。建国初期，陕西省的省长名叫赵寿山，他其实是一位来自国民党的名将，早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已经声名远扬了。西安事变爆发时，赵寿山是西安城内军事行动总指挥，其重要性可想而知。也是在此时，赵寿山和周恩来、叶剑英等人接触甚多，深刻感